李德伟，你在干啥？班长，我在修被子。我看你这修的啥？你看一下，这个被角嘴张的比你吃饭时候还大，看到没有？看到。啊，被子三分靠叠，七分靠修啊。看来啊，我们叠被子呢要有细心和耐心，知道吧？知道。啊，你看我被子修的怎么样？好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修的被子比我女朋友还漂亮。嗯，班长，你不是没有女朋友吗？